就那儿，走，走，老板，来笼包子。哎，来了。哎，坐。哎呀，哎，喝水。来，哎，好嘞。昨天晚上你们去看了没有？那个奥布利啊，太厉害了，三两下就把那龙掌门了打在地上趴着了。哎，咱别说那龙掌门了，听说连虎掌门也不是他对手啊。哎，你们说，在这广州城里。难道真没有一个人能够把这奥布利制服，把他给打趴下？这要是再没有一个人给他点颜色瞧瞧，咱们中国人呢，真没脸活在这世上了。是啊，是啊，这老板，包子快点！是，哎，来了，来了。铁牛三，时间到了。看见人铁石矿，我们支持你！铁石矿，加油！我们支持你！加油！铁石矿，加油啊！我们支持你！你是谁？找我干什么？我是英吉利拳皇，而你将会是我的手下败将。大家安静，大家安静，里面要开打了，里面要开打了。开打了。哎呀，师傅能打得过奥布利吗？哎呀，也不知道现在什么状你。
铁师傅，铁师傅被打了，挨了好几拳呢。啊，这没事没事，师傅没事了没事了。Here!
呀？怎么样？啊？怎么了？师傅他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师傅他打赢了。啊！答应了，答应了，怎么答应了？答应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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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铁师傅答应了，答应了，铁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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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答应了。少爷，干别闹了，别闹了！一天到晚吃饱了撑了的，是不是一天都不愿意再练功吗？武林门派大联盟打上来了，要跟铁师傅算账。武林门派大联盟都来了，你听说过吗？没有。二师弟，你见多识广，这你都没有听说过，一定不是什么正经组织，不用搭理他们啊！赶紧走！不是真的武林门派大联盟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有很多门派联合起来打上门来了。有那个八极拳、八卦掌、通背拳、断魂枪、五郎棍、形意拳，还有什么？我发现你是臭豆腐吃多了，你真的好事坏事分不清了，是不是？来了这么多门派，不正好我们哥几个练一练？是。哎，阿水，宝芝林跟他们素无瓜葛，他们为什么前来闹事？是王镖头带头组织的，他带了一群人，还打着武林同道讨伐铁桥三的旗号。不管他们，我们继续练功吧。是，继续练吧，继续练吧。来，铁桥三，我是八极拳的欧阳冲，你凭什么说我们八极拳是旁门左道？铁桥三，我是八卦掌的南宫镖，你个娃娃啊，蛋黄没退。毛没掌拳，啊！凭什么说我们八卦掌是挖拳绣腿？铁桥三，我是通背拳的上官飞，你有几斤几两？胆敢说通背拳是小儿科小把戏？有种你出来看看，通背拳和伏虎拳哪个厉害？铁桥三，给老子听好了，老子是五郎棍的司徒鹗，你小子口出狂言。说我的功夫是娘教的，不堪一击，混蛋，有本事出来单挑，我让你尝尝我五郎棍的厉害。铁桥三，我是断魂枪的公孙越，你凭什么说我断魂枪断不了别人的魂，只能断自己的魂呢？有胆量你出来单打独斗，看谁断谁的魂。铁桥三，最近武林老听有人聒噪，说我们广东的铁桥三长得帅，武功高，拳法刚柔相济，内外兼修，老娘练的是形意拳，听说你放言江湖，说形意拳根本不是你的对手，哼，在你的手上走不了三招，你出来让老娘看看，如果你真的长得帅，老娘就放你一马，只打你半边脸，留给你半边面子。在下铁桥森，不知各位大师登门造访，有何贵干？二师兄，你看王彪也来了。听闻最近广州出了一位铁桥森，嘴上功夫了得，不知道拳脚如何，所以请武林同道来会一会，看你铁桥森有什么能耐，能在广州立足。我想各位大师误会了，我说不上能言善道，又何来狂妄自大？再说，
宝芝林真正的当家是我徒弟林福成，他更没有本事在广州画地为界、抢占地盘的意思，所以这件事情一定是误会了。阿成，啊，你先带大家进去，把门关上。不啊，带着大家进去。师傅，这。哎呀，别看了，都走吧，听师傅的话，走走走走。哪位师傅先请啊？看不惯，你们以多欺少，犹如我们岭南武术界的威名。既然安堂主已经这么说了，那就请安堂主给我们讨个公道。走。
杨坤，我们的账还没算。乡亲父老，在下王彪，是惠凤堂安大侠座下大弟子，承蒙各位江湖朋友捧场，称我师父为岭南大侠。我师父虽然武功高强，但从不恃强凌弱，一直秉承公道，行侠仗义，这是江湖上有口皆碑的。可最近这十三行码头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来历不明，名叫铁桥三的小子，他也不知道在哪儿学了一些三脚猫的功夫，多次口出狂言，向我师父挑战。我师父是一忍再忍，可他却得寸进尺，说我师父是浪得虚名，造谣撞骗。住口！嗨，各位父老乡亲，在下林福成，铁桥三大侠座下大弟子。刚刚王彪说的那些话呢？大家全当他是放屁了啊！放屁！大家不要理他，你林福成。大家全当他是瞎说瞎话。找打是吧？嗯，哦，打就打，反正咱们两个都是大弟子，就先替师父热热身吧。真希望你这货是铁打的。Thank you.
三大侠神掌，在下领教了。铁师傅，真是后起之秀啊！安某像你这般年纪，可不是你的对手啊。前辈，客气了。师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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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走走走走走走，来，歇会儿，师傅，师傅，爹，您受累了，我给您擦擦。爹不怪你，女大不中留啊。阿彪，拿我的烟来。爹。跟安老爷子说一声，就说我身体不适。是啊，等下的比赛啊，就不要再打了。不打了？你害怕了？啊？为什么呀？啊？刚才我在台上跟安老爷子比武的时候，我觉得他后力不济，如果再这么打下去，对他身体有损。哎，师傅，他是安霸，你这怎么了，师傅？哎，本来冤家宜解不宜结，这场比赛我其实也不想打，都是你们撺掇我打的。师傅，你说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。什么叫我们大家撺掇的？难道你忘了对面那个王彪有多嚣张啊？师傅，你要不接这个挑战书，他就让你在汇丰堂门口跪12个时辰，欺人太甚了，是不是？哎，是啊，这给安老爷子下跪也是正常的，他毕竟是前辈嘛。师父，你为人不图虚名，弟子们都很佩服。但是这场比武，他根本就不是，不光是关乎面子的问题。王彪前五13号码头。对，师父，我们几个离开码头不是没饭吃，只是那个。只是我们不想让13号码头变成他们运鸦片的通道，更不想让更多的鸦片卖给我们中国人。我先赶紧。哎呦，师父，打！打！打！打呀！打呀！走！打！杀！师傅，我看那个铁桥三的武功，翻来覆去的就那几招，全凭一身蛮力才被您打倒。下一场你跟他比刀法，您的劈挂刀那是独步武林，绝对没有对手。更何况，师兄，你要是觉得铁桥三这么好打败的话，你去打不就行了？行了，别吵了。阿彪上去啊，他肯定不是这个铁桥三的对手。啊，要是输了，还不是丢我们汇丰堂的人？阿彪，拿我的刀去。我倒要看看这个铁桥三有几斤几两。师傅，铁师傅，刚才拳脚上没分出胜负，咱们兵器上皆输赢吧。请安师傅赐教。以武会友，应点到为止。但刀剑无眼，如果误伤你，莫怪老夫啊。
师傅，少爷。各位乡亲父老，武林同道，在下汇丰堂堂主王彪，恩师安报，人称岭南第一高手，为人行侠仗义，扶弱济贫。可不久前在擂台上，却被铁桥三用诡计打成重伤，驾鹤西去。恩师生前朋友遍天下，一些外国友人听说恩师遇害，无不义愤填膺，誓要杀死铁桥三，为我师父报仇。光说不练算什么好汉，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溜溜。少废话，还是赶紧动手吧。打打呀，打打呀，打。各位稍安勿躁，好戏马上开场。容在下给各位介绍两位国外来的武术家。这位日本国的武术家青冢龙一，这位是朝鲜的武士朴天野。铁桥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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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铁桥三。各位乡亲，各位乡亲，怕死的铁桥三已经吓得躲起来了。今天代表他出战的是他的大弟子林福成。三哥，嗯，你还有心思在这喝茶？我哪是在喝茶呀，我是看阿成刚做好的养元益肾酒，听说对腰膝酸软有不错的功效。那你就只顾这个，其他人都不管了？谁接的战帖，谁负责？你一点都不担心呢？我担心什么？担心这个大弟子坏了宝芝林的名声。老板好。林公子您来了，您的衣服得了。谢谢老板。哎，多少钱啊？二两银子。快快快走了，快去看看厉害大战。老板，什么事情这么热闹？哦，今天是中日朝大战，打擂台可有意思了。中日朝大战？哎，对，林公子有时间您去瞅瞅，长长见识，开眼界。谢谢老板。哎，林公子您慢走啊。双方都已经签订了生死状，如果某一方得到了兵器，就可以杀死对方。多谢。既然敢接，我就敢打。还有，对付这种无名小卒，也用不着我师父出手。哼，来吧。
少爷，你，少爷怎么一下就没？师妹，姚安，打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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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梁坤，打！打呀！打！打呀！打！打！打呀！打！你就是铁桥三？正是在下。这个梁坤还活着。你徒弟已经输了，现在轮到你和我们打了。你，斩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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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们已经打了一场，我不想趁人之危。我们还能打，就当我认输吧。师傅，师傅打呀，不能这么做。你看我都被他们打成这样了，你不打了，师傅。我们还是先回去吧。铁桥三，难道你想当缩头乌龟吗？打他呀，师傅。你们不走，我走。来，师傅，你师傅，师傅。哎，我打不过他。少爷，慢点，慢点。铁桥三，咱广州第一，青冢龙一是日本第一。你慢用着，我去看看。你慢用啊。少爷，今日前来，是为了完成上回没有打完的决斗。我本无意与你相斗，还请先生回去吧。哼，铁桥三，今天如果你不跟我痛快的打一场，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。我师父都说了不想跟你决斗，你没听见吗？哼，那就先拿你热热身了。就凭你还不够资格跟我师父打。哎。
原来是这阴的臭徒弟梁坤，你终于肯出手了。不如我们换一种比试的方式，如何？今天定要打得铁锹三跪在地上，喊着求我做师傅。喂，你别吹牛了，我跟你说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啊，吹牛啊！这是不好之理，我跟你说，就是。双形拳，你这不是瞧不起我吗？你把绝阴教你的功夫统统给我使出来。师父没有教我什么武功，他只教我呼吸统的。哼，连呼吸都让别人教，我看绝阴真是收了一个傻徒弟。光凭这一点你就应该拜我为师。休想！
师弟，你输了。好啊！师父说过，输赢并不重要。世界上没有最强的武功，最重要的是你有一颗仁爱的心。只有你有一颗仁爱的心，才是天下无敌。我明白了，我输给你的是我的心，我不配做你的师父。输赢了，输赢了。